我期待我是这个词，啊，你若要听音乐，只是上，写这个在。做分主行杠铃波比中下台湾天龙四名不做地米天龙杠铃波比是地主李宏路地球地米全家人力全家人生路途如意人生路途如意好朋友大家好今天要讲啥好啦中道是吃饱嘛吼吃饱关系应该佫较有啊嘛吼。人就爱食饱，含睏饱，含做运动，莫乌白想。啊，你像咱台湾，我食赞大汉咯，头一遍政府反采移民啦，政府反采移民，所以民进党有咧做代志啦。啊，当然讲啊，这世界性诶，世界性诶，为啊政府独裁啊，为啊是民主啊，啊所以。咱伫台湾言论自由，会使骂柯文哲，会使骂蔡英文，含在野党，因对共产党较同温层啦，较好啦。咱啊伫咱台湾咧，每一个人拢好。我讲讲过啊，既然来台湾啊，你外来政权来台湾，咱拢欢迎。因为同道一命嘛。最主要是。我赞美，赞美安那三想四想，政府这个德政呢，无宣传嘛袂使，啊，所以我就到利用一个时间去看这个商业服务的补贴。商业服务补贴有一条规定是讲，你啊无劳保，负责任的情形，一个公司负责任啊，你有四间公司用负责任。从咱讲艺人公司，这嘛是有补助啦，这嘛是有补助。啊，恁会使相关的办法，恁会使去进入落去经济部。啊，如果恁若袂晓，你问恁的记账报税代理人，还是问地政署。啊，恁想我是地政署嘛？啊，我报税的是记账代理人，加减拢会办嘛，吼，会办，就是方会啊，大家报道嘛。报道啊，所以我之前拢报道过，只是我今仔日特别讲，咱政府的德政爱落实啊，落实啊，伊之前拢拨款，伊就拨款啊，等候咱这个疫情吼控制得正常了后啦，我顶面有讲啊，以后会变常态，常态就是讲个人的卫生、住址、自律吼，拢爱家己管理好。较早咱会记有梅花座啊，咱即马食饭，就公筷母匙较早就推动啊啦。新生活运动后盖就是较远咧，讲话保持社交距离，安尼就预防即个飞沫感染啦、传播飞沫传播。我先讲到这，下集咧来讲其他的代志。感谢，谢谢。伊讲李社长，你不是要讲零下？零下 A 四，其实零下 A 四，我看一下。我们白眼山人哦，民前四面佛啊，把那个民进党啦，民进党一个市议员啦，这个市议员他们柯文哲是真好啦，当然，伊本来是属于亲民党嘛，这么零下A 四，因为伊的选民也是跳啊卡占大部分，这是讲到零下 A 四。含环南这个市场呢，进前咱顺时钟，我叫咱这个卫福部部长叫顺时钟，进行做了真好啦。咱看伫个人真高伊，含伊呐心平气和的讲一挂代志。啊，我当然我也无看伊发脾气嘛。啊，你啊做一个指挥官呢，就是这个 EQ 爱控制好势，唔是讲要淡病例啦。无得关门打鼓啦，无讲啊！我了早得以后就集中啊，含你像较早迄个上山啦、啊，上山迄件案件，伊讲啊，我看个假的，吼、哦，还讲迄叫告白火车，不要都不需要。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
凡事要未雨绸缪，如果未雨绸缪不足的话，你就要亡羊补牢，这是我人生的大道理啦。所以我说大道理嘛，应该小道理啦，小道理大家都知啦。这是我处事原则，凡事易则立嘛，哦，凡事易，凡事有准备就会成功嘛，不易则不立嘛，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不要去说的，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领导者不需要去说的，那像咱平民百姓的讲，当然伊想讲讲啊啦，关门打狗啊，那个平民百姓听。但是你心里的代志，咱唔知啊。我落尾讲，咱黄珊珊副市长读书呢，我看你安尼讲个即恁的家庭的代志，我就真感动啊。啊，你倒是一种恁家的上妖娇的啦。啊，结果你在做民意代表，大家在学了。啊，这边你绝对啊，我判断你是有苦衷啦。咱卫生局的局长呢，就是因为有市议员去啊关说嘛，还因为伊是柯友友嘛，啊，所以这个公开透明，啊，这个我开始打问号。公开透明，我开始打问号。啊，所以我常常爱讲，该为民服务。是属于人民的最大公益事，含你政府都要好好服务。感谢，谢谢大家。今仔日讲三段就好啦，含在这段讲较轻松的。为什么老外结婚会被限制、立法限制？因为对肺部有影响嘛，含二手烟嘛有影响嘛，所以立法限制嘛。含这边这个。新冠型肺炎这个病毒咧，啊，这嘛都演变，什么英国病毒啦，啊，什么印度病毒啦，啊，含都产生这个感染传播力快，啊，咱都特别爱特别小心嘛，啊，所以结婚嘛，含我顶面有讲安全帽嘛，啊，那是一个规范嘛，含政府诶做这个规范，绝对是为着大众的健康嘛。啊，所以话来讲啊，对结婚的人无人权，迄种毋是，即个叫做偏见。你讲互相尊重，啊，你讲你要结婚的人，会使离较开的嘛？我顶顶面我记者，我朋友啦，我朋友正经伊婚食真大，婚食真大，一边我含伊坐飞机坐到香港，吼，因为你知影飞机顶袂使结婚嘛。香港有吸烟区嘛，落飞机赶紧去吸烟区，不能结婚。哦，我讲结婚人有烟瘾嘛，啊有烟瘾，啊所以阮较早伫五六天遐，讲，方姨，这个戒烟，这个应该有开一个专科哦，啊意思讲有开门诊啦，啊较早有戒毒嘛，有开门诊嘛，啊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健康的原因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 有病嘛，有病就是国民健康是我们国家的幸福嘛，就是大子孙的幸福嘛，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我简单说到这啦，其他的大学问啦，包括为了反对蔡英文的啦，尤其民进党一个元老的反对蔡英文的，我说你们都稍微变质去啦，变质去。啊，目前蔡英文总统伫咱台湾领导，啊是伊用讲同舟啦，防疫吼，防疫情啊，啊大家共守台湾，啊个保护大家健康。伊这个标题哦，就是咧守护台湾，守护台湾就是卖别人趁虚而入。为啥？你看你趁虚而入，就是咩啊？你不颠覆嘛？啊，咱家己个要有主见，健康是咱的，啊，咱就好好合作。啊，这是简单讲到这。啊，我也特别讲轻松吼，啊，你也当作这是健康的养生之道的哦。感谢，谢谢大家。台湾山林美景日出日落，云雾飘渺，仿佛置身仙境。摄影外双栖，摄山好土地，美丽好风景。生态园开发，欢迎大家一起来开发。农艺、园艺、林业、生物科技、田园乐三代宅规划，
大自然空气好，登山健行身体好，绿野踏青，士林外双溪，大人尾山步道，大家一起来士林翠山好土地。可在瞬间站搭乘公车25号，或在捷运大直站搭乘公车中13号，在大人尾山步道口上下车。 AP 亚东传媒群制作。大家拢在问我啦，买厝就爱找不动产中介经纪公司，较放心。我即马穿这啊，即间嘛招牌一刀定。大家好，咱今仔来出外景，出外景是虾米原因？因为一个好朋友诶不动产诶华夏，啊华夏就是讲要来看厝，啊即间要来卖，啊要卖。变厝的人，咱亚东不动产资讯互联网，嘿，咱会提供一寡资料，谢谢大家。这个华夏是7楼的华夏，靠近。家乡的经验。怀念口味，捷运大桥头站和重庆北路各民权都西路口，为什么我有讲过，我你不动产中介资讯的时候就要考虑交通是不是方便。
上该站，想不想去嘛可以。欢迎大家小酒，斗阵一起来开困。来来，好汤的拢伫遮，免怀疑，一定乎恁心欢喜。农业，农业上该赞，先有先机嘛可以。欢迎大家小酒，斗阵一起来开困。来来，好汤的拢伫遮，免怀疑，一定乎恁心欢喜。各位，时节要讲无要紧，咱的节目都也到了，所以各位的收看收听，乐天感恩万千，我已经尽力讲这个故事，写实要话好听，但愿恁听了会合，每日捧场指教，共祝健康快乐，万事如意。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食衣住行娱乐，市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